举更多那个 splice 的例子，那我们先 clear 出来。那我们刚刚的东西应该还在，哎，没有 mount， 因为我们刚才可能重整，所以我们把这个 mount 把它拿来，然后 let， 好，然后我们 ls， 哎，不是 ls，sorry， 这不是 file， mount， 有没有什么 jan、march、april、june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大家想要删，比如说像这样点 splice， 然后我想要删第一个位置开始，我要删两个东西，对吧？后面两个就不见了。第一下，第一，然后不是，对，他删这两个 March 跟 April， 这是回传的，他删掉东西他会回传出来，所以我们在看 Month， 有没有 Jan 跟 June， 有没有 Jan 跟 June， 对不对？他删两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们要把那个然后我们再做一次刚刚那种动作，我们做什么？我们不删东西，一的位置我们不删东西，然后我们想要加什么？史蒂夫和戴夫进去。有没有史蒂夫、戴夫进去了？有没有？好 ，OK， 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就塞进去了，还可以塞很多个，你可以更多这样子，可以一直加东西进去。好，这是十之三 splice 更多的例子。